Carabao 队冲球的是11号苏燕。上气大东冲球的是8号宋振林。这场球对上气大东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这场他没能拿下的话，那他可能就能够在五六排名。如果他拿下了卡拉宝队，那就他很有可能会进到半决赛。哦，对哦，今天是四强赛哦。Carabao 队11号的 MAXUS， 他来自英国，他今年才21岁，是英国 U21 的队长。2016年他在世界停球锦标赛中，他在 U21 组代表英国获得了冠军。而2017年，也就是在刚刚上个星期刚刚上上个月刚刚结束的欧洲停球锦标赛中， U21 组他们的队伍也获得了冠军。他也在刚刚结束的欧洲锦标赛中射入了制胜球。他现在呢，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念就读会计系。卡拉宝队的防守做得非常的严密。现在持球的这位是上气大东队7号球员 Ivan Bridge， 他来自英国，他也是21岁，他和周扬呢是同一个队伍，也同样获得了世界冠军，世界 U21 组的冠军，在2016年也同样在2017年获得了欧洲锦标赛的冠军。他现在在利物浦大学修读物理数学系。四号的上气大通 Ben Slav， 他来自澳大利亚，今年28岁，是现役的澳大利亚国家队，曾经代表澳大利亚 U21 参加过2012年的世锦赛。卡拉宝队9号球员是来自德国的 Ian Eric，他有双重的国籍，他今年才28岁，他住在德国，但是呢但是代表意大利国家队。他2014年被意大利整招进入意大利的国家队，2016年世界锦标赛中他意大利队获得了冠军。2017年世界运动会意大利队也获得了亚军。他今年呢，他是在大学念教育系，理工是经济和运动科学。
Carabao 队把这一次的快攻破坏了，上季大东把这一次的快攻破坏了。时间还剩下六分钟，比分0-0平手。两队的防守都做得非常的严密。卡拉堡队的七号球员，也就是队长 James Mitchell， 他来自新西兰，他今年已经13岁了，他有23年的打球经验。2002年到2017年，他代表新西兰国家队参加了世界锦标赛，他也是新西兰7年的新西兰国家队队长，参加过8次的世界锦标赛和3届的大洋洲冠军。一个传球失误，哦，球出界了。卡拉堡队得到，上期大东队得到一个角球。
上期他动这一次进攻的战术使用的是三二战术，你可以看到三个人在外围和两个人在里面。上汽大众叫了一个暂停，卡拉堡队的十二号球员梅蒂尔，他是来自丹麦，他身高194公分，体重97公斤，今年23岁，有10年的打球经验。他2010年到2017年中代表丹麦国家队，也是现役的丹麦国家队，参加过3次的世界锦标赛。2014年世界锦标赛中，他在 U21 组获得了亚军。他现在呢是丹麦奥尔堡大学3年级的学生，主修运动科学，也是丹麦 U21 还有 U18 的国家队教练。暂停时间结束。哦，好球！进球的是队长托瓦基，这球进的角度非常的刁钻，打到了两个角，球把球转进去里面了。哎，哦，对不起，不是一个进球，他应该是打到了边网。上半场比赛结束，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绿色的上汽大通9号的球员阿卡里奥斯皮萨，他来自波兰，他今年24岁，
有半年的打球经验，他从2010年 到现在都是在波兰国家队现役的球员。他的哥哥二号的卢卡斯·皮利达一样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一届的世界运动会。阿卡里奥在波兰自己开了一家披萨店。他的哥哥呢，卢卡斯，绿色的二号，他今年27岁，他从他也同样跟他的弟弟一样参加过世界锦标赛和一届的世界运动会。卢卡他比较特别一点的是，他是一名矿工。而黄色的卡拉堡队十号的 Steven 是来自比利时，他身高194公分，今年35岁。他2001年到2016年是比利时的国家队代表，参加过8届的世界乒球锦标赛。他也是一名电脑系统的工程师。绿色的上汽大通的一号球员队长 Corhakim， 他是来自新西兰，他是本届赛会中最年轻的队长，今年才19岁。他曾经参加过2016年的世界锦标赛。上汽大通的11号球员 Louis， 他来自德国，今年22岁。他曾经在2016年中代表德国参加世界锦标赛 U21 组，他获得了在这个组别里面他的队伍获得了亚军。他也是现在的柏林 HTW 法学院的学生。好，比赛就要开始了。卡拉堡队冲出的是11号，所以还没开球。卡拉堡队发动了第一个进攻，哎，球被拨走了。现在的比分是2-0，卡拉堡队领先，时间还剩下9分钟。
这一场比赛对上汽大众来说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比赛，如果他输了这场比赛之外，他之后呢他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进入决赛圈。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压制，让卡拉堡队的快攻没有办法形成。卡拉堡队一直控制着比赛的节奏。队长 James 的射门没有被挡下来，现在上汽大众拿到了球权。做了有一个推挤犯规，上汽大众在一个不错的位置获得了一个任意球。哦，好球！上汽大众终于获得了一分，时间还剩下6分25秒，上汽大众一，卡拉堡二。九号的 Ian Ari 用了一个很刁钻的射门方式把球射进了网中。
利大亨。当中的两次进球都是在任意球中射进的。现在的比分是3-2，卡拉堡队叫了一个暂停。应该是在和裁判争议刚才的进球。就似乎让上期大东拿到了球权，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一次进攻。时间还剩下3分钟30几秒，必须记得上期大东队必须拿下这一场比赛，那才有可能进入四强。把这球射进去了。
现在的比分是3-3，上汽大通和卡拉堡现在暂时平手，时间还剩下3分钟。球被抢走了，失误的同样是梅蒂尔。前面的这三队都已经确定了进入四强的资格，排名第四的是猫眼电影队，积分10分，排名第五的是上汽大通，排名10分。现在呢，猫眼电影跟上汽大通两支队伍都只能获胜，才能够进入半决赛。哇，好球！这球反弹入网，由上汽大通队七号的 Heavy Brief 射进的。现在是上汽大通领先，卡拉堡3。现在看起来很可能上汽大通能够获得这一场胜利哦，就要看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能不能够坚持下去。卡宝现在又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卡宝在一个前点获得一个自由球，射门被挡出来，时间还剩下23秒。哎，好球！哦，又被挡了下来，时间还剩下16秒。中央，哦，射进，这球有射进。中央在还剩下十秒的时间里面射进了，射入一球。现在呢，卡拉堡队跟上汽大通打成平手。上汽大通要求了一个队伍的暂停。时间还剩下10秒钟，以卡拉堡队的阵型看来，他们打算打一对一的压迫。
就看现在上汽大通有没有办法在这十秒钟里面呢射进了这球。先想起卡拉宝市上汽大通市两队打成平手，接下来猫眼电影队呢就只能和或者是胜都能够进入四强。下一场比赛呢是在3点钟举行，是由猫眼电影队对阵排名垫底的 Winner Gaia 队。猫眼电影呢，现在在下一场比赛中呢，必须胜出，或者是打和，绝对不能失败。